perfect guy. I can't have a bad temper, make a big fuss and cry. And I know that lately it's been hard. We had a bumpy ride. If you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I make it a full life. So if you want to come back home, I will cook you Sunday breakfast.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平常晚上会戴 Apple Watch 睡觉，因为我想要就监测我的睡眠状况。我用的是这个叫 Sleep Cycle 的，这个是需要付费，然后也是我自己买的，所以 I mean not sponsor. 那个是65 57，然后昨天晚上非常高分，有70几。说像这些一个一个点点，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些动作，可能咳嗽啦，或者是讲梦话啦，或者是打呼，它都会去记录下来。我蛮自豪的一点是，就我睡觉的速度很快，就你看，基本上2分钟就会睡着了。后来发现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我没有什么失眠的困扰，我只有睡不够的困扰而已。呀，反正我想说，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但是我嘴角这边已经破了一个礼拜了，然后。刚好看到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到大都说这个是哦嘴巴破洞，但是来香港之后我就学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飞机。我的母亲大人跟我讲说这个时候就要吃点 B 群，希望它快点好，真的痛到一个没定没当，无法无天。사랑한다고말해줬다면믿어줄수있겠니넌오직상처만받고있었지미안해 baby 네가없는현실너무나도비참해 There's no one 너같은너만고통받고我刚把家里算是整个大扫除了一遍，我现在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觉得自己今天非常的效率，非常的 productive。现在准备要去我下一个行程，那就是脱毛。那其实你们知道吗，我是一个非常晚才接触到脱毛的人，我大概是在25还26才开始比较有那种就你知道自我管理的意识。你们相信我是到香港之后才第一次脱毛吗？我这次想要脱就是手背或者是手指的毛，因为平常要拍片啊，然后有时候要拍照，所以有时候那种镜头很近的时候就还是会看到一些毛毛，就我觉得不是很美观，所以其实就萌生了这个想法要去把它要脱干嘛咯。那这次也是收到 Miss Right Medical 的邀请，因为我真的听了蛮多人都是好评的，所以我还蛮期待。他们家的脱毛机有三波段输出，然后还有很棒的冷却系统，所以脱完之后除了效果好之后也不会痛，大概6次就可以脱到90%的毛毛都唔见咗。所以我现在准备出发去脱毛啦，系啦，有点期待。这是今天的 OOTD， 上衣是我在台湾中山站附近的一间小店，他们有跟艺术家联名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很可爱了。包包是我上次去韩国的时候买的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包，耶、yeah! ！好像有点害羞，但是我刚刚已经换好衣服了，因为我头发很乱，所以我就没有脱帽子。但是这个装扮的确是蛮特别的。今天的房间还有花茶喝，嘿嘿。저바보같이머리부터발끝까지콩깍지가스연한커피를들고햇볕아래서널기다리다내마음이녹은것같아 Let's go out in the sun 느낌이왔어 Rhythm and my 我刚脱完毛了，我现在是光华小姐第一名。今天的初体验呢有几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蛮惊喜的，是美容师很细心，因为像我手上有这个痣还有些黑色素，然后他就特别拿胶布把它贴起来，就是怕脱毛的时候那个激光会让这边会让那些地方会痛。然后第二个是我真的觉得不会痛，
环境也比我想象中还要再开阔一点，然后整个疗程过来，美容师给我的感觉也很舒服，然后我自己在疗程里面也觉得蛮安心的。我的话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所以才去脱手，但是呢，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其实包含我身边的朋友，其实都很流行脱什么Bikini Line。 为什么要脱 Bikini 呢？其实有很多原因，那有些人是因为美观的关系，想要去海边游泳的时候漂亮一点，另外它也算是女生保养私密处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减少私密处感染或是有异味的状况，或者是也可以减少发生毛囊炎的机会。那现在他们正在做一个活动，就是只要4900块就可以脱到 Full Bikini 的疗程。同样4900块，你还可以干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在这些部位里面任挑两个，那这个跟很市面上的一些 package 比起来，其实真的是蛮划算的。如果你们跟 staff 讲说是看了我影片过来的，你们还可以在 extra 获得永久保养。女生在不同阶段，可能你怀孕啊、生小孩，就你荷尔蒙有改变的时候，其实那些毛发都可能会再重新长出来，所以永久保养真的很重要。大家在选择这些疗程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跟预算去做选择。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那我现在就要带着我光滑的肌肤回家了。OK， 简单来开箱一下来自我台湾同事的礼物，那就是这个卡卡伊的砧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它这边有写熟，然后另外一边写生，所以就可以生熟时分开切。哦，另外还有我这个非常感兴趣的刀剑组，我从台湾把它扛回来，然后你看这个好可爱哦。我同事有特别交代说，希望我转告给大家，就是卡卡伊现在在港澳也可以买到了，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准备要来煮晚餐。我今天呢，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个剥皮辣椒高丽菜培根炊饭，好啦，听起来每一个食材都是我爱吃的，所以grocery haul， 首先是一盒草莓，四杯 yogurt， 一罐这个 cream 打算拿来做 pasta， 买了这种泡汤的汤包，然后因为我家是没有浴缸的嘛，但是我有什么？我有泡脚机，虽然说感觉有点浪费，因为我只有泡脚，但我还是买了。放在鞋柜里面的那个除臭器，因为我已经快半年没有换过里面的除臭剂了，我现在鞋柜还挺臭的，所以
这个我是有看到，我觉得好像很厉害的，就是用这个布去擦那个水龙头的表面，就会变得 bling bling， 就你们知道上面很容易会有那种水渍或是那种擦不掉的，你们懂吗？哦，还买了这个，这是什么来的？哦，这个呢就是可以粘在垃圾桶里面，它就会香香的小东西。来试试看这个，贴在垃圾桶的上面就可以除臭。我们来测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如果好用的话，以后我会再继续买它的。从容器下，然后粘贴在，有种维他命饮料的感觉。OK。哦，它有这样子的夹子，可以这样挂着。Nice。OK。就这样就行了，是不是？把它粘在这里好了。If you're watching this and you're healthy, you're already living the dream. Everything else, money, status, and things, H2O is the greatest dream.冲鸡汤，增强一下免疫力。这是上次市集的时候，Happy 跟嘎燕他们摊位的啤酒，然后这个是芭辣，장달아제발我现在呢要来开箱上个礼拜买的这个燃烛灯。其实我这么热爱香氛的人，到现在还没有燃烛灯，我已经觉得自己就是非常的失格了。但真的让我下定决心的，就是我在 Christmas 的时候，我买了我在 Diptyque 最喜欢的，就是对我来说最有 holiday， 然后最适合冬天的一个味道，就是这个应该叫做 band joint 吧。但因为我烧的不好，所以你看它这边已经有一圈了。我是很懒惰又冲动的一个人，所以我没有什么比较，我就是搜完之后，我看到哪一个觉得漂亮的我就买了。其实呢，燃烛灯有很多选择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我刚已经组装好了，试试看。我蛮喜欢喝这支白酒的，推荐给大家。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